就是很小的时候，像有时候那个分子的这个啥的啊，搞那个能够做的了，我很小的时候就跟家里人在做，因为家里准备做的了。真正造这个是还是要有这么大的年龄才可以造了，要真正要假如炉火纯青的话，就没有十年八年的功夫肯定是不行了。